于姐姐，你不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嗨吗？那我那时候突然跟你讲说我在录影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没有感想。我的感想是惊呆了我。高炸高炸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收到 Play One 陪玩的邀请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找陪玩师一起来同乐啦。那今天当然不是单纯只是找陪玩师陪玩这么简单哦，当然是想要小小整一下陪玩师啊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整呢？那冬瓜自己觉得我没有红到每个人都认识我啊，不会跟他讲说我在录影，看看陪玩师会不会发现我正在录影。如果他都没有发现的话，我在最后的时候就跟他说：“你知道我现在在录影吗？”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哦。觉得很有趣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！那我们说了这么多，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Play One 的平台吧，马上来寻找陪玩师。那我们要开始之前呢，有些东西要先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哈。来，右上角这边有个小图打开，然后这边有个个人中心，点下去，然后再点到左边来的这边有个邀请码，在这边呢输入冬瓜的邀请码，可以获得100钻哦。然后第一次注册的使用者还可以免费体验一次陪玩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来，我们回首页，然后我们找陪玩。哦，其他游戏，语音聊天，唱歌，心电感应，线上看电影，哄睡觉，哦，这个都有 哦。然后看一下游戏哈，哦，这么多，哦，我的人物挡住，我拉过来一下哈。英雄联盟、哈利波特、传说对决、Apex， 哇，这么多，大部分的游戏都有，连手机游戏都有哎。哦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半夜寂寞觉得冷，可以来这边，好吧？哦，连魔物猎人都有，哇，厉害厉害。那当然的，我们就是要选我的世界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观众都是看麦块的，我的世界。然后我们就挑陪玩师啦，那看一下，哦，这全部都秒接单是巴斯，没关系，我们听听看鱼鱼。嗨嗨，我是鱼鱼，你在等什么呢？赶快跟我一起玩游戏吧。然后我来玩了，睡啦。没有啦，其实跟各位观众偷偷讲，我已经约好了啦。来给各位观众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我的技能就是它可以接单子的那个游戏啦，还有什么项目之类的。然后如果你要下单之前啊，记得要先跟陪玩师聊一聊哦，聊一聊，确定陪玩师现在这个时间是有空可以接你的单才可以下单哦。那我已经约好了，那各位观众，如果你的陪玩师聊一聊说啊没空，可是你现在就很想玩很想玩怎么办呢？来，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快速下单，按下去，然后你可以选啊，你要玩什么游戏啊，或者是你要语音聊天或唱歌什么之类的，很多。假如说我是选我的世界啊，我要选女生，数量一数量就是半小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选，你就发布派单，有空的陪玩师就会看到，他就会跑过来陪你玩了。那你看这边就很多历史派单，你看有没有很多？所以这个平台上不会找不到人玩啦，你只要有钱就好，有手机版 ，iOS、安卓系统都可以下载哦，所以不一定只能用电脑版哦。那我们就等跟陪玩师约定的时间吧。喂喂喂，喂，鱼姐姐你好。你好，为什么是叫姐姐啊？啊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亲切啊。好的呢。好，那你是第一次玩那个 Happy Soul 吗？看起来是的。好，是的，好，我给你 IP 啊。你进来那个游戏之后呢，按那个多人游戏哈。哦，好，进去了，有了哈，有了哈，鱼姐姐啊，你在这里哇，你真的是鱼呢，你是这个小绿头的部分吗？哎，真的是蛮可爱的，真的还不错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是平民啊，哎呀，啊姐姐是什么？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是什么？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他不是会跳东西出来吗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？完蛋，完了，啊、我不知道自己什么，太酷了吧？那你的那个？我有弓箭。哦，那你就是侦探啦！我有空，我惊呆了。啊，你不怕我是跟你说哦，我如果你是狼怎么办？对呀，啊，这哑巴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可以到最后再杀你就好。哎，不是啦，我不是啦，我真的不是。哎，有人，哎呦，有人在杀人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人在杀人了，好可怕。我好像有看到是谁？是谁跟我讲？可是他跑掉了。他是长什么样的？完了，不是你就对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反正刚刚有人，你看上面有一个尸体吧？啊，那我要跟着你。好可怕哦！我可以乱射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射到平民你就死掉了哦。啊啊！我惊呆了。然后我要跟着你，鱼姐姐要保护我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这游戏都是英文的吗？可以调中文，可以调中文。我受到了诅咒。可是我已经是中文啦，但是游戏里面还是英文的。啊，有些还是英文呢、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没有。哎呦，有人打我！哎，不是。
有人在打人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很可怕。没关系，我们待在中间，他应该就不敢出来了吧？会扣血吗？还是不会？不会，就一下就死了。好好，仔细看上面那个人旁边是谁，然后就一个尸体在那。哎呀！我们一起共赴黄泉。那你这小姐姐是第一次玩伺服器游戏啊？没错。哎呦完蛋，有人跟我打招呼啊！我是平民。平民是什么颜色？平民是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。对，很可怜，身上身无分文。我是平民。哇，这个地图哇！不然，谁在打人？也太快了吧！好狠哦！吓死我了！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我没有看到，完蛋了，一瞬间就死掉了。我帮你看看是谁呀、哦呦，哦，是黄色衣服的啦，那他穿的很像艾迪达哦。啊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对对对，看到我对面，哇，我还活，他追我了。你小心啊，鱼姐姐，赶快跑啊！哎呦，他怎么在你躲这？我觉得呢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没关系，等你拿到剑的时候，你就有游戏体验了。有点道理。哦，这个地图我玩过了，哦，终于有一个我玩过了。然后那个它上面不是有几率吗？就是你成为杀手或者成为侦探的几率，有看到齁？啊。看到了，我一个2%，一个3%，我这场应该是平民的啊。啊，我也是平民。哎、欸，没有错，平民。所以啦，没有互相残杀的。然后这个游戏，这个地图可以赌博，你想要赌赌看吗？有个屋子里面，你可以跟他赌博。现在减三个了。啊，那你要过来了吗？这边、哦、这边。我们来玩一下赌博，你选一个门进去啊。那里有人死过了。你选一个门进去哦，很刺激的哦。要怎么进去？啊，右键，然后帮你开，好进去，然后关门就好了。好可怕！会不会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我加6块钱。嘿，真爽！好扯！哇，运气真好，运气真好。那鱼姐姐的运气真的很好哎、欸。你知道如果失败的话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一样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进去？我进去了这个，你是呆呆。我可以再赌吗？还是怎样？你确定还要再赌吗？再赌，再赌，再赌。幸运之神。好，我要看你赌。好，我看你赌。Oh shit！ 好，一起再见的鱼姐姐。你不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嗨吗？为什么？你猜猜为什么我这么嗨？猜猜看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你？接这么多陪玩，你不觉得我是非常特意的吗？还是你也是陪玩？我不是陪玩，我绝对不是陪玩。还是你是实况组？我好像不是实况组，但是好像有一点就是实况组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是实况组的话，就该把网址贴上了。哎呦，死掉了！等一下，这个人好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那为什么你都那么快死掉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是天选之人。好，刚刚讲到哪里？其实啊，是的。你知道你要上 YT 频道了吗？太狠了，太狠了！你现在是正在开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正在录影啊。你会上电视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我要跟我妈说，妈，我又上电视了。为什么一直有人在被打？小心的，小心！哎，为什么？啊，那应该上电视应该是不会害羞哈。还行还行，还行，勉强。对，你之前有接过我这么嗨的吗？之前很少，比较少。那、啊、你接陪玩大概都是那种静静，然后在那边陪他玩是吧？不一定，通常我都很吵。哎、啊，你很吵，真的假的？呀，通常我都很吵。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很嗨啊，玩游戏就是要这样啊。那你在陪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，让你印象深刻吗？特别有趣的事情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很有趣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我很常跟老板玩一些智障游戏。那你大部分都是玩什么游戏居多？大部分吗？对呀、啊。打 LO 跟 Apex 永劫比较为主啊，各位观众有听到哈？小游戏的话也会玩，但是不多。哎、欸，我们又赢了，为什么？他应该被杀掉了。我现在成为杀手的几率是7%呢。哦，6%。可是我为什么还是平民、啊？我还是平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开的，敢不敢给别的角色？我很想拿，我好想游戏体验哦。哎呦，吓死我，我还以为掉下去嘞。我也是，我还一步走。至少来个游戏体验吧，都没有东西，可恶啊！钱要去哪里捡？我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又赢了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们一直躺赢哎，这么爽的、啊，真的。你就看到人哦，你就给他一剑挥过去、欸，他就没了。那是真的有点快乐。我感受到你的愉快了，感受到我的快乐。啊，我们大家都在骑马杀手。哎、欸欸欸，等一下，欸、那个是杀手，那个人，哎、欸，快跑！真的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追我。啊，
哎呦，好可怕啊，那个史蒂夫，哎呦，哑巴，非法群聚，会不会被罚6万哦？没关系，我疫苗打完了。哦，你打完了、哦？对啊，因为我的工作要会需要先打完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各位观众，那个鱼姐姐她是那个呢，可爱的护士小姐，没有错啦。那你下班还来做陪玩，这样不很累吗？嗯今天算放假，就偶尔无聊的时候会接啊，真的辛苦呢。不会不会，感谢有你们，所以台湾才更好。是这样吗？还是鱼姐姐，你还想要再赌博一次？来来来，希望不要半路遇到那个坏人。那个侦探又死翘翘嘞。没事，我们玩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，是为了赌博。哎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旁边又有死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杀手？你是杀手？我也死掉了。欸、好，我看到你。我们这画面不错，你有看到吗？鱼姐姐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呀、啊？给观众知道一下，你有在接什么陪玩呢、啊？我有在打咯 ，Apex 有点菜，然后很喜欢玩永劫，然后我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你想玩什么就找我吧。好，很可以，简洁有力。可以，没错。那我们这次的 Play One 体验游玩就到这边结束，还是要感谢一下 Play One 的赞助播出，那也感谢我们的鱼姐姐一起来陪我们一起录影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了拜，大家拜拜。再宣传一次，首次注册的使用者可以免费体验游玩哦，记得填写我的邀请码 89YGXD2 可以再获得100元哦。